入那个不平等是然后来涂那个排泄物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对，在上个礼拜二啊，那我们的孩子哦，因为练完田径，然后来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才发现说，哎，那椅垫上有一些不明的物体，那后来刚好我也在学校在巡校园，结果他们来跟我反映，他们说那你们赶快把它拍照起来，然后明天再请那个学务处那边调监视器出来看。那结果昨天晚上是有那个可疑人进来吗？哎，昨天晚上对，又遇到有一位从围墙那边爬进来，那刚好遇到我们的那个组长要下班，然后发现了之后把他带到守卫室，我们也很快的通知警察过来做一个调查。